我把六道众生都当作我的爸爸妈妈，那就是地藏本愿啊！以这种菩提愿来守八关斋戒，那不得了了！一天一夜八关斋戒，得到什么福报？念一下：200万劫，富贵自在。那你这个200万劫富贵自在，不是为了你，更把这个功德回向所有众生，得到200万劫的富贵自在，愿他们将来都成佛。那你这样就不得了了，啊！以解脱的心态60小劫，以世俗的心态希望爸爸妈妈超度，希望自己消病苦20小劫的富贵，以菩提心那就变成200万劫。这个劫不是小劫，可能是中劫或大劫，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想我这么说，我希望各位每天到市场都在买东西，当你把钱交给老板，老板把货品交给你的时候，你要想说愿家家户户老板做生意都赚钱，这样啊，愿这些货品，像我们进商店，这些货品帮他念念咒，有肉了把它超度超度，愿众生吃到这些食物都是如甘露一样。你买的时候，你付钱的时候，都要用一个好的动机啊，而不是说你出多少钱，动心态决定一切啊。所以我想各位上高速公路，当愿所有车子平平安安，希望每一部车子都要赶着去受八关斋戒，不是去打麻将的。当愿众生开车平安入菩提道，大家开高速公路，因为你用这个好的动机去祝福每一个开车的人跟车上的人啊。所以我想晒到太阳，当愿佛光普照；下到雨，当愿片下甘露，好不好啊？你去厕所，念一下：当愿众生去贪嗔痴，捐除罪法。透过你的大小便，把所有众生的贪嗔痴的恶业排掉了。你看大小便有没有做功德啊？动机。所以各位，我想学佛就要告诉你：眼睛、耳朵、鼻子，无眼耳鼻舌身意，不执着，却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眼睛看得如众观音菩萨的眼睛，愿众生见被我看到 Om Mani Padme Hum， 都消业障，都发菩提心。听到我声音啊，还是我听到你声音，看到我形象，你要把你自己转化。所以大乘佛教的修行精髓在什么地方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什么意思？我们走在路上变成阿弥陀佛啊。我们的身口意每一个毛细孔放出阿弥陀佛净土的光，所以当我走到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变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每一个在这个地方的友情都变成莲花上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走到哪里，把世界变净土，把众生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这叫一心念佛啊。你自己也如此，地方也如此，对方也如此，那这样在念佛。就像我们下午要诵地藏经，那希望所有众生发起地藏本愿。之所以能够超度父母，不是说你做什么，而是你发起地藏菩萨的本愿，这样去实践，那你的累劫累世父母一定升天去净土。为什么？因为你发的愿是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六道众生都脱离轮回，六道众生都成佛，我乃成佛。这是超度父母最直接的方法，不是为父母而父母，但是为了父母而发起地藏菩萨的本愿，所以你父母不得不升天到净土。所以但是你不断的在实践，这就是大乘佛教的基本。后面这三尊来念一下：西方三圣，当愿众生愿生净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放在西方三圣？希望刚刚讲了，愿众生都发愿往生净土。为什么要往生净土？往生发愿往生净土者，必定成佛，必定成佛。那既然发了愿，那更要发菩提心，可以上品上身，快速成佛，来成就阿弥陀佛。不是一种专利，阿弥陀佛说希望每个众生将来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比阿弥陀佛更殊胜的净土，比阿弥陀佛更殊胜的名号，
以阿弥陀佛最更简单的方法去度众生。阿弥陀佛的度众生，要众生念我一念乃至十念，我让他离苦得乐。那你现在精进修行，你要发这个愿，来愿见我得解脱，愿想到我得解脱，啊，愿念到我得解脱。无论如何，你要把佛菩萨的力量融入在你身心里面，啊，然后呢，就像有一次有一位隐歌星啊，还问我谈修行的事情，我说啊，你现在这么出名了、啊，大家都在看你啊，因为她是个女生呢、啊，那你也不得不穿得很漂亮，甚至性感啊，但是你要转化它啊，就是说每个人看到你的脸啊、身材啊、外表啊、听到你唱歌啊，马上就看到观音菩萨。你要把自己想成我是观音菩萨的庄严，让众生见我得观音菩萨的加持。那你这个表演的动机呢，啊，是一个善，是一个善业，而不是说希望对方欣赏我的身材呀、啊，啊，看我的腰那么细呀、啊，啊，然后呢，那你对你来讲你会很苦，为什么？你能又迷惑人间，啊，因为你越高贵越漂亮，越让别人羡慕与嫉妒，这会伤害你，啊，越迷惑那些好色的男人，那更会伤害你，所以你要转念。记住这个转念，但是社会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要穿这样，但是你要转念啊！所以各位，我们不能看外表啊，谁也不能去批评谁，但是我们只能看心态，我的心态啊，那这个叫修行的重点，来保持正念，放下世间，发菩提心啊！虽然我们你是个漂亮的美女歌星，但是我穿了这样为了工作，但是我不执着它，我是为了让众生看到我、见我。念一下：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啊，见到你，看到你，就像他们选举一定要贴自己的海报啊，挂自己的相片啊，拍一张最好的啊。那你选的人你要转念头。那他虽然没有转念头，哥要我们转念头。只要看到他任何选举人的相片，卖，我这两天还看到，原来我以为最近要搞选举，不是的，连卖房子的都要贴相片啊！啊，这个专员他都要贴相片，但是你要把他们的相片都观想，哇，他是观音菩萨，他在推广净土呢，那个房子就是净土，眼进去得解脱，你要去转化它，那你就时时刻刻在保持一个很好的念头。所以念下来，念头决定命运。对啦，如果你的念头，哎呀，那个人好名，哎呀，那个人好色，千万不要批评啊！这个世间本来就是杂染的，如果你要去批评这个世间的不圆满，就像你在批评政府一样，啊，你在批评这些世界一样。所以有时候他们路边在选举，我记得十多年前，我那时候也出家了，我也站在那边听啊，师父你也听这个，你在搞选举。你看选举人这么认真，我们出家人要拿个麦克风在路边喊呢、啊，还摇旗呐喊，所以我就开始做经幡了，你知道吧？要摇旗呐喊啊、但是呢，他在讲的时候呢，我没有在听他内容，我想哇，这个人在背《阿弥陀经》背得这么熟啊，底下人听得这么专心呢、啊，啊，你要去转化他，因为转化他。你用佛的心去转化他，那个时候他讲的话真的在念阿弥陀经的功德，因为你去转化他。所以佛经说，有人骂你，念一下南无自具如来。当有人骂你的时候，你要把他的声音转为佛的声音，叫自具如来。啊，所以就像弥勒日巴说的，有人拿石头泥巴丢你，哎呀，正好给他拿来做肥料啊，拿来盖房子，还谢谢对方呢，就是要这样，你要转化对方。让对方积功德，而不是说，哎，你怎么用石头丢我？你怎么用泥巴弄我？对不对？你丢我大便，哎呦，哇，这个肥料好哎！啊，你要把所有的境界当作你修行的助缘。所以我当然，我讲了那么多，我是告诉各位，守八关斋戒不是单纯的不要不要不要，而是要升起了一个地藏的本愿，恒河沙定。什么叫恒河沙？这个世界有恒河沙的众生，什么叫定？大悲无量定，我地藏菩萨
决心救度恒河沙父母众生都成佛，这个叫恒河沙定。所以地藏菩萨每天早上睡醒，他要去观所有世间所有的苦，不分宗教，不管你是皇帝或者妓女，不管你是天神或是受刑人，对他来讲都是他修大悲不退转悲愿的对象。所以恒河沙代表无量无边众生，这一点我发觉很多人很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只在观想阿弥陀佛，当然是可以，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时候是观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观完以后转为四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在干嘛？把极乐世界带到娑婆，带到地狱，带到恶鬼道，让所有凡夫都变成阿弥陀佛的清净身。所以一只猫一只狗，一个鬼一个好人一个坏人，都变成阿弥陀佛的形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叫恒河沙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他要我们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停止的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念阿弥陀佛，是把所有有佛性的众生都转为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说，你只要相信我，愿生我，投在极乐世界就跟我阿弥陀佛平等庄严，势必将来100%成佛。所以念阿弥陀佛要这样转化一切啊，就像我现在在跟各位说话，我不是看到各位的错，我想法是我看到各位成佛的形象，所以来讲出成佛的方法跟快乐，那大家就朝这条路走，放下世俗。但是这个身体是世俗，不只让我们这个身体变成一种庄严来守八关斋戒，我们的心来保持六念法，保持菩提心，那是可以转的，放下世俗发菩提心，那这样八关斋戒什么时候都可以守。你只要找到这个方法，大乘佛教是天天在八关斋戒，因为大乘佛教是不离出离心的修行，在深信因果，不离出离心去了解空性，去培养大悲菩提心，那是24小时的啊，而不是哪一天休息的。菩萨戒是敬未来际不得守戒的，所以各位大部分人都受菩萨戒，但是虽然讲菩萨戒，你要拉回八关斋戒这种修行，但是用菩提心来修，就保持正念，敬佛陀住，这个叫念佛念法念身啊。所以这个念天，那站在八关斋不是为了自己，愿众生离苦升天，就像盂兰盆经，愿七世父母离苦升天啊，乃至往生净土。念戒哦，那我清净的守戒，当愿众生身口意也守三昧耶戒。念施，愿为所有众生持戒啊，愿众生愿得财富得财富，愿长寿得长寿，愿健康得健康。所以凡是这个世间他们身心上一切为他们，因为大乘佛教的念是保持一念众生苦，那为什么念众生苦？因为这是佛的心啊，念佛念心，佛念什么？佛念众生。所以愿众生都保持六念法，你为了让众生保持六念法，你自己更要保持六念法，永远记住啊！你愿众生专心，那你要专心，你愿众生慈悲，那你要更有慈悲心。那我们为了要达到更有慈悲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让我恢复地藏菩萨，我才可以让众生保持地藏王菩萨的悲愿。所以这个六念法是为了众生，让众生都保持六念法。所以不但如此，外以八支约束其身口。所以佛教里面的大乘修行是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是光你自己啊。佛以佛的身口意为榜样来改转化你自己，以转化你自己又把佛的身口意透过你的清净去转化对方。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念地藏经，虽然我们不是地藏菩萨，但是别人就可以透过我们诵地藏经或地藏菩萨的名号而得到地藏王菩萨的转化或加持。所以我想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跟相好庄严入你的心，因为你有信心有愿力，然后透过你也去转化这个世界为净土，透过你也去转化众生成为阿弥陀佛。各位永远记住这个，念一下来，成佛的菩提心，利益众生的大悲心，
靠着清净平等的。